就見到嘅 Herschel 嘅 Roy Wallace 啦，咁我想同大家講咧，就係即係唔好以為淘寶嘢係假啊，係 fake 啊，即係好難買到啊，同埋咩上網買好似好危險咁樣樣。即係我可以同大家講咧，就其實淘寶即係已經係成熟咗，即係已經係一陣㗎啦，即係運咗好耐，已經我諗應該成熟咗咧。咁我而家買一個。 銀包啦，咁我 check 過啦，應就一定係正版嚟㗎啦，因為睇下嗰啲卡片全部嘅都係同我喺官即係官方網站啊，同埋喺嗰啲門市嗰度睇過咧，都係一致嘅，即係啲膠袋，即係如果係真係做到咁，如果係假咧，做到啲膠袋咁真咧，然之後又送埋啲垃圾嘢俾我，然之後個盒咧又係一樣嘅話，咁我冇嘢好講啦。咁咧，咁我買幾錢咧？ 本身個銀包160幾嘅，然之後淘寶咧就有20蚊嘅 coupon 啦，然之後再加埋順豐嘅快遞咧，係加咗20蚊，20幾蚊，即係變翻160幾啦。但160幾蚊，如果你喺官方網站買嘅話咧，可能你要本身個銀包已經200幾300蚊嘅啦，然之後你仲加埋200幾嘅運費，變成400幾蚊，我而家平咗300幾蚊，所以我覺得淘寶買一個咁嘅銀包係實好抵咯。嗯。 係咁多，呢個應該係我第一次正式，因為有一次係 Bomba 嘅，之前我有 Bomba 嗰個票未券，我會 link， 即係我會 link 喺下面啦。就嗰個應該係我第一次初試嘅 unboxing 嘅片啦。咁呢個應該係我第一次啦，因為之前嗰段都唔算係正式嘅，因為我冇 show 樣，乜都冇，好求其用手機拍嘅。而家呢個係用相機拍嘅，即係你而家見到呢條片係。 咁所以呢，係咯，呢個應該第一次正式嘅 unboxing 片啦，咁希望大家鍾意啦，拜拜。